다른 스케줄 없으면 뭐 길러보죠. 朴正宇想留长发变成他，偷听翻译老师狂学中文。韩国电影《与神同行：最终审判》宣传行程来到尾声，赶快把握机会多了解他们。마블리관심을가져주는거니까굉장히감사한데저한테딱어울리는지는아직은잘모르겠습니다마동석씨가그혼남이라고도불리는데네 혼남혼남의조건이있다면뭐라고생각하시나요잘모르겠는데 저는혼남이아니라서잘모르겠습니다처음볼때부터도너무먼저막따뜻하게다가와주고막되게막먹을것도챙겨주고고민상담도해주고정말부드러운남자예요맞대같은남자여서형님한테는아저씨죠아저씨 아저씨제인생에서네근데성격이빨리털어버리는성격이어서그렇게후회하지를않는것같아요대체적으로그러니까어떤뭐작은거는후회는많이하죠뭐옷을샀는데아왜샀을까뭐그런거는후회를하죠전염라대왕긴머리가탐나는머리를뭐다른스케줄없으면뭐길러보죠전지현스타일전지현전지현아시나요哎呀，看到这边，觉得我们影帝好像越来越可爱了。就会发生很多让自己后悔的事吗？啊，没有。比如说买一件衣服啊，没有说会后悔。可能就运动的部分说，说他最近一直跟何振宇没有下，可是知道的都是秘密。秘密没有，没有。没有对秘密接受审判的那个，时间到了，不好意思，抱歉。Time 没有，好长。